怎么可以要求释放那个家伙？那家伙被释放就会杀掉我们小新，小新会死。目前为止也没有明确的证据，我是一个保障人权的律师啊。不能走，你走我们小新就会死，不行，不能走，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。从齐东灿先生的衬衫检验出了大量美美的血，我们要以杀害美美未遂的嫌疑逮捕他。风信你来了，这一下子你完蛋了，啊，已经赖不掉了，混蛋！你为什么会有我妈跟我侄子的照片？快说，你妈？快说，混蛋！快说，快说，混蛋！你妈想错了，我要把所有事告诉那个女人。本来想要带进棺材里，这会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。以后才知道，她一定会后悔。每周五、周六晚间10点，《神的礼物》。